苗绣在我们这边是很重要的一大块。我们有古丈节、苗年节、吃新节的话，我们都会穿着自己做的服装出去。苗绣它绣的有一个就是金，在我们这边的话最绣的最多的就是皱绣跟那个平绣。因为在像我们这边要边做干边干农活边来绣，不是经常在家里。不像在家里面坐着，冬天的话时间会很多，他们会很赶时间，一直绣一直绣。2008年那时候不是下大雪了，我们村子电也没有，全路也不可以走，全封了嘛。然后在家里面不知道干嘛，然后就去跟看到妈妈在那里绣花，自己也去绣，然后妈妈画了一个很漂亮的一朵花，然后。边跟着他学，边看边学，自己绣了，好像是5天还是6天过去了，自己回去一看，天，变茄子了。从那以后，那以后就不再学了，因为感觉自己不适合绣花吧，然后就不绣了，然后就一直在外面都在读书。因为感觉自己也大了吧，22岁了，然后像我呢就有时候跟我妈学，我妈不会我就去跟我奶奶或者其他旁边的那些阿姨啊跟那些奶奶学，能比老一辈的人绣得更好，这样就是最好的。我觉得现在不学的话很正常，因为先到外面去读书的话，可能他会觉得以后自己不会用到这些，他就不想去学，但是等他假如他嫁回到这边，他嫁给这边的话，他会就会觉得自己也有需要。有一个村在开发，它可能会被汉化。现在科技的发达了，取代很多东西很正常。
们这边大部分母亲想做给孩子的话全都是手工做，哦，假如不想做的话可以去城里面买那个机器扎的那些衣服。如果叫他下心安静，我可以就是以如果留起来先现在也有很多地方也都在学我们这个苗绣，我们村的有他们不是去外面交流吗，我认识两个人嘛，然后他们是浙江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个组，然后我们有都有加微信，经常都在交流一下这个苗绣。我手工，我们手工还绣的比我们自己还要好，他们说可能以后我们的苗绣失传的话，他教的那块会比我们这边苗族这边还要做得更好。这两边是一样的，一样。就以前的线，这种细密都哦，那你们颜色变得都很好看。自己这边改了，但是别人不改，这也没有。机器做的话也有好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吧。但是自己去感悟嘛，自己去做，嗯。这是我们苗族的那个可以传承下去，肯定也要传，要不以后丢了话就没有了。机器也好，手工也好，只要是每个人愿意去，弄的话，应该都可以。